哎呀，终于都送完他们了，几点？6:20了，收拾一下。时间还挺快，10多天。这也可能是我这个一生比较有意思的10多天吧。还是有点不舍得他们呢。这是什么？哇塞！这第一天下飞机啊，好像很不高兴的样子。带他们去玉露书院，带他们去体操队，逛体操队，玩的还是很开心的。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到了婺源了，有明瑞和这个韩静在那捉鸡，肯定的，这适合他们俩干，还是很想他们。亲爱的英俊哥哥，当你看到这张相纸时，我们早已分开了，而我们也回到了自己的家。经过这些天的相处，你让我感到了亲人的亲切。其实我不是一个特别能够表达的人，时间太快，主要是为他们说太少了。反正我希望他们一切都好。我应该是在一个比较有竞争的一种环境下长大，就算是练体操再苦再那什么，也没有掉眼泪了。我们的故事，我想我应该忘不了吧。我要好好保存。